知道你不会杀我。虽死里逃生，但也以那场祸容颜尽毁。自古可助你恢复容颜，但毒性刚烈，每逢月圆之夜，你将会有噬心之痛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高头，月圆之夜是蛊虫第一次发作，没想到还没入夜就开始发作了。待会儿祭祀开始，我会找机会潜入小雅厅的房间，要找到当年重要的证据，今日是最佳的时机。可是疼痛钻心，你真的能扛得住吗？放心，你再回屋，诺娜姐说话了。可是，去吧。是。公子，这是做什么？今日府上出现了茉莉花香，那是本不应该出现在这儿的东西。可是这些都是祭祀要用的花束。大公子，没搜到。还请半梦姑娘尽快完成花艺，我不希望祭祀出现任何问题。还有，做好自己分内事就行，千万不要随意走动。大公子是特意来与我说这番话的。
惊鬼仙灵。痛快了吗？这才只是刚刚开始，以后每天夜里我都会来陪你。你的下场会很惨，你自己也知道了吧。是谁派你来的？你上次不是说有一个驱魔师特别灵吗？你可以把他介绍给我吗？那个大师经常闭关，而且让他出山要价很高的。哎呦，我的好海棠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求求你了啊。我刚才怎么了？海眼，信不信我一剑杀了你？公子饶命，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。说到底是谁指使你在这装神弄鬼？公子，我只是太平山道观的驱魔道士，今天可是将军夫人请我来给他驱魔的。驱魔道士？老太君，今天是我将军府的祭祀之日，是谁让你们在这驱魔的？我阿娘最近身体欠安，还请老太君恕罪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倒要看看究竟谁是魔。我将军府出了你们两个唯利是图之人，已经够晦气的了，现在又在祭祀现场搞降妖伏怪之事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把这外事给我送去那太平山道观，从此不许再登我将军府的大门。是。我看谁敢！别以为将军封了你娘是夫人，你就真成了嫡长子了。在我这里，你永远都是个庶出。每月给你们的赏钱，那是可怜你们，你若不好好管教他，丢了将军府的颜面，可饶不了你。怎么比上个月少了这么多？哟，哪来的贱婢，这么不懂规矩！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亲自给你娘俩送银子，怎么连杯水钱都没有吗？你一个下人这么嚣张，信不信我告诉我爹？你以为你是将军府正儿八经的公子啊？哼，爱要不要？你娘。送我娘上太平山。自古毒性刚烈，每逢月圆之夜，你将会有噬心之痛。
从你种下子骨那一天开始，一年之内，若他爱上你，对你付出真心真情，母骨存活，你便可全身而退；反之，母骨自爆，你将会死。记住，你的时间只有一年。你在府上放了茉莉花水，自己我娘神经错了，你让海棠怂恿采珠，请了太平山的道士，当众侮辱我娘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个道士我已经杀了，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了你呀？既然大公子已经认定了是我，又何须多言？你跟我有什么仇怨？大可冲我来啊！为什么要折磨我娘？他受尽了委屈才走到今天，你知道吗？痛吗？保护不了最爱的人，痛吗？夜里来厢房找我，莫非是对我动心了？现在夫人因为议政被赶出府，而你经常呢，我知道你不会杀我。嗯，你在勾引我。那大公子够了吗？
就不会散了。这结是如何打的？我怎么都不会。这是我自己独创的结。难道我们小时候见过？你是谁？我为什么想不起来那个姐姐的脸？我也想不起来她是谁。但是我敢肯定，半梦就是我儿时碰见了那个姐姐。那她来府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我还没放荷花灯呢，愿望就实现了。我刚在心中想着你，你就出现了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天赐的缘分？怪不得，京城的名门闺秀，一提起萧二公子就心花怒放。你果然有张会哄人的嘴。我正在许一个很认真的愿望。你总不问我许的什么愿啊？快问。你许的什么愿啊？愿你能收下我的礼物。给你买个簪子，带上它，我就不会把你弄丢了。为何要送我簪子？这是我阿娘临终前送给我的，让我送给真心喜欢的女子。当真了？骗你的。京城谁不知道，我看到漂亮姐姐就会送礼物。我的好姐姐。就不要驳了我的面子嘛。
哥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依赖的人。从小到大，每当我遇到伤心时，他都会陪在我身边。此刻，他一定知道我心里有多痛。我恨死这家了，我不想练了，我不想练了。弟弟，恨没有用，只会让人乱了心，慌了神。我不练了。我不练了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也恨我阿娘。有什么你冲我，恨没有用，只会乱了心，慌了神。长辈们的矛盾不应该由我们来承受。哥，你永远是我哥。比一把，比一把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斑猫了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很多事情都脱离了我的掌控。公子，您慢点。哎，我没事。你说最近京城发生的这都什么事啊？这是？你还不知道？那京城都传遍了，萧将军的夫人被休了，被送去太平山了。听说是这夫人中了邪术，说出了当年杀害魏夫人的真相。啊？难道说原来的将军夫人是被现任将军夫人杀害的？嗯，那还能有假？那这萧大公子就不是嫡出了。咱们以后还是远离这个萧大公子吧。这些变化是从那个女人出现开始的吗？
本梦。他怎么在这里？小二公子，给你满上。今天高兴，来，敬你一杯。哎，好酒量。我呢，就先走了。小二公子，不错，你我们多日不曾相聚，今天怎么还没喝两杯就要走了？莫非你的心？被那家小娘子给拴住了。最近不胜酒力，哥哥们慢饮。哎，太扫兴了，行吧，行，下回再聚，咱们喝。小公子慢点，咱们喝咱们的。先走了，来，给你买单。你找我何事？为何不带我送你的簪子？你找我就是问你的簪子？我就知道你根本不在意我送你的东西，又怎么会在意我？你若无事要问我，我先走了。你不是好奇吗？为何我知道我娘的死因，却无动于衷？说你在大户人家待过，或许你就会明白，你的命运并不是你的命运。你爹在朝廷中的地位，你娘在府中的地位，都决定着你的命运。每日都会有人对你虎视眈眈，伺机将你纳入囊中坐实。将军府的情况其实很复杂，就算没有姨娘陷害我娘，
也会有其他女人来竞争将军夫人的名号。我娘在的时候，整日都被裹挟在这些竞争之中。所以，这就是你的理由。我阿娘说，我要先成为我自己，之后才是她和爹的孩子。那你何时能成为你自己呢？你阿娘走了这么久，你一直把自己藏在将军府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偷偷做自己了？你觉得现在的自己是他和你爹的孩子吗？你觉得救护重吗？什么意思？很轻对吧？说要让你一直拿着呢，从早到晚，你还能拿得住吗？要是时间再久一点呢？一个月，一年，十年，二十年，一直到死，还能拿得住吗？为何不放过自己呢？我阿娘总说，然而要爱护自己，不要绝受那些人的劝导。这样，再高点儿，阿娘。乐，阿娘给你取名叫乐儿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安喜乐。阿娘最大的心愿就是像现在这样，能够陪着你。看着我的乐儿一天天慢慢长大，看着你每天都喜笑颜开的，等日后啊，你有了如意郎君，再同阿娘讲讲这生活的苦闷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呀？好不好？你想你阿娘吗？想，每日都想。有时候一天想好多次。那你听他的话吗？其实也没怎么听。这一次我想听自己的，我想娶你。所谓真相，是你想看的事实。所谓困局，是真正能困住你的难题。当我足够了解你，用你以为的事实营造出困局，你能逃脱吗？
公子来找我有何事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半梦姑娘的指甲吊饰是颗玛瑙珠子吧？是啊，大公子来找我就是为了颗珠子。那珠子造型特别，想问哪里可以买到。那颗珠子是一位故人送给我的，要问也只能问他了。只可惜啊，他死了。哎呀，他是什么时候掉的？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大公子是在哪儿捡到的？在长廊上。就奇怪了，这两日我可从未去过长廊。昨夜的事你都忘了？我不懂，大公子你在说什么？你说的故人是谁啊？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总是藏着一股恨意和轻蔑？为什么我看到这眼神会感受到不可捉摸的心痛？今日姐姐舍身相助，半梦此生不忘。为了万千将士沉冤昭雪，我愿赴汤蹈火。姐姐一定要让萧夜听以为今日与他欢好的人是我，这对接下来的计划至关重要。那颗珠子是一位故人送给我的，只可惜啊，他死了。小姐，萧将军明日回府。我写好的信呢，都已经安排妥当。
单凭这一封信就能离间大公子和将军之间的父子关系吗？不止一封信，将军身边的军师也是我们的人，还有我昨晚的布局。萧将军生性多疑，对他的两个儿子都不信任，尤其是萧叶亭。可这萧府不是一直都在大公子的掌控之中吗？那只是表面罢了，萧将军一直都担心萧叶亭依托太子的势力篡夺爵位。那我就不懂了，都是兄弟之间争爵位，为何父子之间还有夺爵这一说呢？有人进过我房间。大公子在怀疑谁？怕是我爹要回来了。你知道雄狮会杀幼子吗？雄狮把狮群中年幼的小雄狮杀死只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减少竞争对手，怕小雄狮长大了夺位；二是怕小雄狮拖了狮群的后腿，祸及雄狮。而这两点萧叶亭全占了，所以这一次无论他怎么做，萧将军都不会放过他。那如果萧叶亭看到密信之后无动于衷呢？萧叶亭最在乎的就是萧将军的看法，现在他的嫡子身份没了，所以哪怕是铤而走险，他也会争取回来。啊，我来了，等急了吧？都黄昏了你才来，我都等了你一下午。爹将他皇家专供的剑赠予了我一支，我特意拿来给你看。今日爹考我与木然的剑术，我苦练三年就是为了让爹能看见我的剑法。那你射中靶心了吗？当然射中了，不仅射中靶心，还应答了爹的提问。什么问题？爹问列子中纪昌学射的故事精髓是什么。那你怎么回答？事小如大，事微如注。纪昌用发丝吊一只狮子在窗前，每日盯着狮子看，直到最后狮子在他面前犹如山丘一样大，纪昌可一箭射穿狮子的心脏。我就跟爹说，我就犹如纪昌一般，每日练习剑法，即使立锥刺眼也绝不会眨一下眼睛。那将军有没有夸奖你？当然。叶亭哥哥你真棒。那必须的。更何况萧叶亭与萧将军的性格相似，所以对待他这种人呀，只需要扔块石头就足以激起浪花了。小姐真是高明。你去忙吧。是。纪昌学射故事的结尾，纪昌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射手，唯一能与他媲美的人只能是师父魏飞，所以纪昌就想杀死魏飞，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。想必萧将军当年想得到的答案一定不是纪昌如何努力学射，而是另有他意。自私的人很难察觉到自己的自私，一心想要夺权的人又怎能参透一个夺权的故事呢？萧叶亭，你所在乎的一切我会逐一拿走。哎呀，公子真是好眼光啊，
这颗珠子材质是上品，大小戴在女子小指上最为合适。小姐，你对萧二公子也太好了吧，这茉莉花糕这么难找，我可是专门托人找到城外的一位老师傅，听闻只有他家有储存茉莉花的技艺，现在这个季节也只有他家有茉莉花糕。萧二公子近日受到诸多波折，我想也只有茉莉花糕能抚慰他了。我听说前将军夫人死后，夫人不但不让种植茉莉花，连茉莉花糕也不允许做。小声些，不要惹是生非。知道了。那颗珠子是一位故人送给我的，大公子，莫非是对我动心了？性刚烈，每逢月圆之夜，你将会有噬心之痛。小姐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你要是疼痛难忍，就咬我。我感觉好像没有上次那么痛了。是不是萧大公子对你动心了，所以母骨的反噬逐渐减弱？若子骨对母骨生情，母骨的煞气便会渐退，情深一分，煞气便退一分。海棠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既然萧夜庭已对我动心，那我就要顺势而为，让他彻底臣服于我。我不是有意的，为何每次与你见面都这么不凑巧啊？转过来吧。有门你不走，为何走窗啊？我看海棠守在门口都睡着了，我怕吵了他的梦。你是怕他不让你进来吧？还是你懂我？你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啊？我发现你每到月圆之夜便会发痛症，我翻遍了医书也没找到治疗的方子，不过我想到了一个极好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我为你配制了助眠汤剂，你只要服药之后便可以安稳睡去，这样就可以躲过每月的痛症了。二公子，你有心了？比起你的茉莉花糕，我这不算有心。深夜药浴是为了止痛吗？嗯。你信我，
快将这助眠汤剂喝下，好好安睡。扶你躺好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等你睡着了再走。快睡。不论你究竟是谁，也不论你曾经做过什么，我都不在意。白猫，我只想与你一起平安喜乐。去通知萧默然，让他随我一起迎接父亲。二公子他一早就出门了。去哪儿了？说是要去城门迎接将军归来，向将军讨个婚约。婚约？什么婚约？和半梦姑娘的婚约。大公子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了？这是？爹，您不能答应他，他整日玩物丧志，现在还不宜成婚。你这么着急，我以为你是来迎接我的。恭喜爹爹凯旋而归。求婚之事爹会好好考虑的。谢谢爹。我临行前怎么跟你交代的？我看现在府上问题最大的人就是你。你看看将军府都乱成什么样子了，我对你真的是太失望了。然而你跟我来。你就不必了。婚约的事，我认为你还没有想清楚。我有没有想清楚？难道还得由哥哥来定夺？这是你该有的态度吗？我不过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罢了。我不明白你这是在做什么。哥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我只要半梦。
我弟要娶你的事，你知道吗？这与大公子有何干系？你当真要嫁给他？我要嫁给谁，好像与大公子无关吧？我不懂，那晚的事，你为何就是不愿意承认？哪晚？何事？兰香阁，你与我，我与你，别跟我装疯卖傻，你是我的女人。没想到大公子平日里谨言慎行，骨子里竟是个爱臆想之人。你不许答应萧梦然的求婚。为什么？难道大公子也想要娶我？不会让你嫁给他。